枪收了，枪收了，你干什么这么紧张呢？咱们现在哈主创全登场了，对，全大主演啊，不对，全还有。还有也来了吗？还有一位在这个剧中，两位啊、就是两位当中，其中有一位是这个在剧中出演的角色，嗯，那就是我们喜剧大师赵本山老师，没错，我再给你模仿一下他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，本山老师你也敢模仿？对呀，来啊，一二三，走，麻子呢？笑我啊！再来，你还立青春？你当我是立秋了？行，我听听原版的。我压根儿，我正眼瞅过他们吗？我正眼瞅过他们吗？哎，我学影帝。你也没正眼瞅过我们。谁呀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赵本山、张艺谋，有请两位。今天，哎呦，刚才我还没模仿张艺谋老师呢。张艺谋老师你也能模仿？你也敢模仿？他就都是他舅，我都一般都总是不懂。他舅，鼓掌的都是我舅，鼓掌都不懂。啊，预备起。那接下来这个问一下这个张导，张导，刚才你可能在这个侧幕旁边对吧？没有看到我模仿这个本山老师，能不能我接下来给你模仿？你看我像不像？你给我点评一下怎么样？他想当谋男郎啊？麻子呢？本山老师看到了吗？还行，还行。有没有这个赵老师的喜剧气泡？你这个眼儿在。再对点。那个好像掉里了又。哎导演，我提议一下，你俩一块麻子一下呗，行吗？麻子呢？行吗？我现在一瞪眼睛，头。